我是于小安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无锡的南城市这边。我们是下午过来的，过来发现这边就是倾盆大雨。现在到了晚上，雨正好停了，我们就出来觅觅食，看看这边到底有什么美食可以吃吃的啊，走吧。这边有一家长沙臭豆腐，还蛮多人在排队，我们也准备去买一份尝一尝。南城市这边真的是一条美食街，各种各样的美食好多好多。结果我最终买了一份这个臭豆腐，这一份是10块钱，是这种黑色的臭豆腐，上面浸满了汤汁。它这个是先把它剪碎之后再加调料，之后再淋上汤汁，所以它这个汤汁应该非常有味道吧。我现在要尝一尝了，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臭豆腐，也不知道这边的臭豆腐正不正宗啊。一口下去我觉得真的很一般，有点失望。这个臭豆腐就是酸味太大了，就是它这个外表有点太硬了，它这个汤汁就是一股咸咸的味道，然后这个臭豆腐呢就是很酸的味道，就酸和咸中和在一起，就感觉自己真的踩雷了，但是也不能浪费，把它吃掉。最后几乎上是咽下去了，就是咸和酸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，而且它放了辣椒也不辣啊，所以今天也是踩雷了啊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